是的，女艺人都是做作的。好，头痛、胃痛，还有没有？啊，我刚刚有啊，第一个这个是最常用的。好，第一个。三个 pose 了。三个 pose， 大家觉得够不够？再来几个可不可以吗？比如说有道具的话，就是那种。哇！太做作了，你们太做作了，越做作我们越喜欢，对不对？对。还能不能再来一到两个，让我们多学习一下好不好？再来一到两个。再做作一点。我觉得你们比我做作。还有就是类似于就是蹲在，假如说是坐在地上的话，就前面这个腿要往前放。哎，这样显得腿更长。然后还有就是最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最干的那种动作，直接站着拍证件照一样。哎，非常的给力。好好美啊，随便拍几个 pose 呢都是非常美，都是拍出来都是我们的高级大片。而且我看到呢，其实呢现场呢除了我们的摄影师小哥哥来刚才呢为我们的孟佳小姐姐拍了我们的照片之外，